1:09:45. This is Taiwan Coast Guard calling on channel 16, over.目前瑞格号正在吊放小艇，准备实施拖带工作。目前拖船的工作小艇已释放。 目前拖船拖带成功了，小艇正把人员接驳，下漂流部落。昨日上午6:30，海巡署在澎湖里正角东北方6海里处接获406海上预警信号，立即派遣澎湖海巡队 PP 108拐艇前往查看，发现现场有一艘货轮。 在漂流，另外追查有一艘动力推船失联中，船上有6名韩国籍的船员。搜救至今，早上11:00，100拐腰艇在里正角东北方4海里处发现2具大体，身份证辨识刻证打捞进行中。截至目前。 现场还有一艘一件事情持续搜救，另外吊派有空侦机3架次持续搜救中。另外，漂流的货轮由交通部航港局吊派的拖船瑞格轮，已于今日早上6:00完成细泊，目前拖往高雄港中，预计今日18时抵达。